是黄珍妮妮妮，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好康消息，就是小珍妮还向前冲的 APP 上线喽！它里面有什么好康的东西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小珍妮还部落格点进去，里面都是小珍妮还最新的一手消息哦。有微博的朋友们都可以上微博去关注小资女孩的最新动态哦。还没有加入小资女孩粉丝团吗？赶快来加入小资女孩的脸书粉丝团哦。想知道小资女孩最新预告和幕后花絮吗？通通都在小资女孩影音里面哦。最特别又最好玩的城市，莫过就是这个猪头指数相机啦。想要知道你的猪头老板还是你的上司猪头指数多少吗？快来测试看看吧。使用方法很简单，只要把相机对着你的猪头老板就可以啦。在右手边的这个是猪头指数，下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到底是哪一种猪咯。是不是很好玩呢？赶快去 APP Store 里面搜寻小资女孩 APP 或者扫描 QR Code 就可以下载咯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妮妮，拜拜。